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刚做过的全新的抗衰老项目 M-Face。 目前啊，整个西海岸就只有位于西百老汇上 Cure Laser and Skin 这一家有做的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项目它是怎么做的。M-Face 啊，是欧洲 BTL 公司今年推出的一个全新的机器。 BTL 公司呢，广为大家熟知的产品就是 M-Scope Neo 啦，对，就是那个做一次半小时等于20000次卷腹的躺着就能瘦的高科技公司。所以啊，对于他们家的产品我之前是尝试过的，我还是很有信心的。进入到了40岁以后啊，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脸开始不听使唤，断崖式的衰老了。但是啊，我又特别的胆小，打针埋线这种呢我也不敢轻易的尝试，所以这种不痛的项目我是真的爱了。做 M-Face 呢，我建议大家不要化妆，因为我是化了妆来的，不过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操作员呢只需要把我脸颊还有额头的粉底卸了就好，眼妆都不受影响的。脸上和背上贴好了贴片之后呢，机器就开始操作了。第一下真的吓了我一跳，因为啊，之前我做研究的时候 ，ins 上有人说感觉像是被亲了一下。I have been kissed by M-Face。但实际上啊，我的感觉，脸上的皮肤呢像是被轻微的电流拉紧了一下，然后额头的贴片呢也会让人感觉头皮发麻，就很像拿八爪鱼头皮按摩器在你头皮抓的那种感觉。并不是疼，麻麻痒痒的，需要适应一下就好了，大概1分钟左右。这操作师吧还会问你适应了吗，可以加大吗。就这样我一路加到最大量，感觉呢其实也还好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机器啊，是一下脸颊一下额头这样交替操作的，可以明显看到每次弄额头的时候我的眉毛部分就被拉了起来。当你开始适应了之后呢，整个过程就只有20分钟。大家可以闭目养神，也可以打打游戏或者刷刷手机，总之这个项目呢是什么都不耽误。脸颊部分呢，大家也已经可以看到脸上的肉呢是被明显的这个给拉了上去。关于 M-Face 的介绍，其实大家也可以上时尚芭莎上去去查看，它呢有11月29号的介绍。 How does it feel? Finished。一套做下来啊，我的感觉是虽然做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酥酥麻麻痒痒的感觉，有一点类似颈部按摩仪的那种微弱电流，但是做完结束了之后就完全好了，不会像超声刀有连续1到2周皮下的那个痛感。做完以后呢脸上会有热热的感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做完后皮肤在阳光下原相机的效果，有一点点的微微的红，但是不到20分钟之后就消除了，真的就是做完补上粉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，一点也不影响正常的生活。现在呢还有特别的优惠，大家在预定的时候告知前台你的 promotion code BUNNY 就是 BUNNY 就可以享受优惠啦。关注兔子姐带你吃喝玩乐温哥华。